远离喧闹都市的岛上天堂莫顿岛。你有没有想象过住在一个远离喧嚣都市的小岛上，温柔的海浪拍打着岸边，踩着白色的沙滩，听着海豚的嬉戏声，享受着温馨而宁静的夜晚。这里就是你真正的人间天堂，莫顿岛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到处看到晒在沙滩上的浴巾、比基尼泳衣，还有木板小船。你和你的朋友、家人住在一个拥有四个卧室的度假屋里，悠闲地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。最好是手捧一杯红酒，坐在沙发上，倾听着大自然的美妙声音，或躺在户外凉棚里，看着孩子们在自己的热带绿洲里玩耍，或短途步行到水边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于与家人度假、与情人浪漫、过一个懒散周末的地方。只需从布里斯班坐短途的渡轮就可以到达。